请向下个蓝圈点前进。出现敌方士兵，你来练练手。请向下个蓝圈点靠近敌人。会请向下个蓝圈点前进。这就是火之精华的威力。请向下个蓝圈点前进。请向下个蓝圈点前进。点击秤里跟踪任务，愿光明永远照耀世人。点击史莱姆是风系怪物。托管战斗，托管中也可以操作哦。我们服侍光明，却攻于黑暗。更换新的装备，到这里更换护手，换上新的护手。查看装备成就的完成进度，装备稀有度达标，可领取高级装备奖励。
蓝色大地的和平而战。每关有冒险任务，完成后有星级奖励。提升装，强化另一件装备。为蓝色大地的和平而战。前往次元召唤，点击召唤。成为我的冰雕吗？祈祷神的祝福。前往招募佣兵，招募这位佣兵，招募后可与你一起战斗。出战刚招募的佣兵，神的祝福。来翻滚，开启托管战斗，托管中也可以操作哦。是人，解锁创建角色的职业，
点击转职按钮，点击职业技能，选择水，选择一个技，点击升级技能。魔法积载副本任务平星，领取大量钻石奖励。